以前得病的时阵，第一天吼死三斤，第二天吼死三十斤，第三天然后死三百斤。日本的酒孔，它纬度比较高嘛，所以它比较冷。可是相对的，台湾的酒孔会长得比日本快。摕日本的工，转来甲咱本土的，啊，伊的成品就会较好。5月26号星期一晚间10点，公视《我们的岛》酒孔招亲记。